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 先生，今期的影评是 Green Book 绿宝旅游。今集呢我就会有少少剧透的，如果你是连少少剧透都不容许的话呢，可能你要看完这套戏先回来看这个影评了。《Green Book》的故事是改编自真人真事，讲述一位非裔美国钢琴家 Dr. Don Shelley 要去美国南部仲实施有色人种隔离政策的州份巡回演出，所以就请了一位异裔的美国人 Tony Vallelonga 沿路同时担当保镖和司机的工作。而在这个旅途中，两位主角怎样放低自己的旗舰，慢慢地成长改变，成就了这两位一生人的友谊。电影的背景是在60年代的美国，正正就是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最白热化的时间。当时由联邦政府管理的州份里面，黑人都算是有平等的权利的。而南部的情况就很复杂了，不同的州份各自有不同的不平等法，教育权利的剥削，有色人种的分隔、门禁等等。电影的片名 Green Book 也是源自一本真实存在的书的，当时美国某些州份还是实施一条叫 Jim Crow Laws 的法例，非裔美国人士出入一些餐馆、宾馆、医院或者搭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自由都是备受限制的。而一位叫 Victor Green 的作者就写了一本专门给非裔美国人看的旅游指南，清楚地标明他们可以入住的宾馆、可以去的餐厅等等。Green Book 是一套几典型的旅程公路片来的，将两位性格咁唔同、背景又咁冲突的角色摆埋一起，是几容易可以写到一些很有趣的故事。电影的气氛是非常愉快的，剧情也都很暖心。编剧用了很多段落去慢慢铺排两位角色的成长，看到他们慢慢地由相处不到、有些性格上的冲突，去到放低旗舰，是一个非常之温馨暖心，而又同时可以俾观众深入角色去学习同埋欣赏嘅一个过程嚟嘅。Green Book 嘅剧本咧，将 discrimination 歧视呢样嘢咧写得非常之全面。两位主角，一位异裔美国人 Tony， 另一位系非裔美国人 Dr. Shelley， 两位喺设定上咧，其实已经非常之有心思噶啦。Tony 是很歧视非裔美国人的，但同时他自己也是被美国本土白人标签为外来移民的意大利裔。而 Dr. Shelley 本身作为一个被歧视的有色人种，而他的身份又是当时属于上流人士的天才音乐家，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突破了阶级的人，应该是不会受到人的歧视的，但是无论他的才华有多高都好，他一样是被人歧视，他的肤色已经是他的原罪了。而剧本亦都有一个好巧妙嘅设计嘅，电影里面警察出现咗三次嘅，而呢三次咧就系慢慢形成呢个歧视同埋标签化嘅一个过程。第一次警察嘅出现就系因为 Dr. Shelley 发生响厕所嘅一件事俾人拉咗，而响呢一次咧已经俾咗一个非常之坏嘅印象俾两位主角同埋观众啦。而第二次警察的出现是在开车赶路去表演的途中而被警察截查，因为他们当时身处的州份黑人是有门禁令的，入了夜之后其实是不可以出街的。在这一次截查里面， Tony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成长转捩点，警察歧视 Tony 是一个意大利裔的人，一个外来人的身份。当歧视人的 Tony 被人歧视的时候，很巧妙就给了一个最切身的感受，他也都令到 Tony 很确切地放低了自己的歧视的。而这两次警察出现的不愉快铺排去到最后一次赶回家过圣诞而又被人截查的时候，我想观众都已经跟两位主角一样有一个既定的形象，都觉得警察今次一定是找主角麻烦的。而剧本这三次的铺垫正正就是歧视旗舰的形成，除了肤色、性别、外貌、残疾歧视之外，其实最难做到的就是放低对所有东西的既定形象。电影并没有很强烈地去批判这个歧视，反而整个旅程的气氛都是温馨和愉快的，角色是一步一步很有层次感成长和改变自己。 Green Book 很成功地将歧视这个核心主题写了一个很深层次也都很有娱乐性的剧本。Green
Book 六寶女友對於我來講是一套劇本滿分的作品，角色描寫得極具層次，而劇情亦都沒有很多餘的對白和支線。劇本將歧視這件事由淺白去到深層表述得非常完美，膚色、衣著、學歷、身份、貧富以上的所有東西都不應該是要來 judge 其他人的標準。兩位主角演員都做得非常好，比起得到 Oscar 最佳男配角的 Mahershala Ali， 我個人就更加喜歡飾演 Tony 的 Viggo Mortensen。 他扮演的這個不拘小節愛護家的義大利人真是惟妙惟肖，角色亦都非常討喜。不說你可能不知道，他是在 Lord of the Rings 魔界裡面的 Aragorn。我自己亦都好鍾意電影嘅配樂，配合到劇情裏面 Dr. Shelley 嘅演出，自然得嚟亦都非常之配合到個氣氛，大家可以留意多啲喎。我會推介呢套電影俾所有人，佢係一套有層次得嚟，唔會氣氛沉悶，觀眾可以喺暖心嘅劇情入面睇到角色嘅深層次改變同埋互相影響。故事亦都非常之有啟發性同埋教育性，真係不愧為2019年 Oscar 嘅最佳電影啊。咁我对于 Green Book 六宝女友嘅评论就嚟到呢度。如果你系热爱电影嘅，请你订阅我 Sam 先生，揿埋隔篱个钟仔。我自己系有 Facebook Fan Page 同埋 IG 嘅，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我嚟紧咧系会整更加多影评同埋关于电影嘅影片嘅，你嘅支持就系我最大嘅动力。Like 啦 ，share 呢条片出去。无论你睇咗定系未睇呢套戏咧，都欢迎你喺下面留言讨论。我哋下条片见啦，拜拜。